今天接着讲《普贤学院评讲记》，讲到第八院，常随佛学。夫赐善男子言：“长随佛学者，常是近未来际，随是随顺相应，佛是指一切佛，学是指效仿休习。学习的对象是佛，佛因缘果满，一切。” 因为的修行和果位的利他的事业，都堪为最佳模范，所以应随学诸佛。学习的方式不是流于表面的学知识，而是以佛从因至果的修行事业为所缘境，引动心智效仿他，也就是运用观察智慧融入自己的身心。 让身心常常安住其境界中，不死心境转于颠倒境界。举例说，四分律，这是我们的比丘的戒律。有一天，佛搀扶一位生病的比丘，为他呢，嗯，擦拭身体，然后又帮他洗浴，洗完后还给他，嗯、呃，洗晒衣服。病比丘床上有一些卧槽，用了很久都变坏了，佛就替他清理出去。 打扫完住处，佛又用泥浆涂洒，清理干净房屋，再铺上新草，铺上一件衣服，最后亲手把病比丘安卧在床上，给他盖上了衣服。以上佛的行为，我们如何学习呢？首先，心里沿着佛的行为细细体会，佛是如何待人行事的。 之后引动自心，寺院按这样学习，发愿后身心就去实践。总之要明确随学的内容，发起随学的寺院，而且在实际中实行。以上面的公案来说，应该细心体会佛对病比丘是怎样的发心和做法，心里应具体的清晰的观想，然后引动自心。 发起誓愿随学，或是这样慈悯众生，我要做到像佛一样，这样心里常常想佛，常发随学佛的愿，以串习的作用，平常遇到众生需要帮助的时候，自然就会想到要像佛那样，以慈悯牵下的心来帮助众生。佛当年也是替我们做一个示范，特别是对生病的道友。 如果没有人去帮助他的话，我们都应该主动的去帮。当然，有人发心的话，可以大家轮着做，轮流的照顾。我们对生病的道友呢，大家都应该这样的去帮助。你看，这佛陀亲自动手。右罗常常意念佛为求道不惜一切。佛陀呀、啊，过去生中不止一次，他是无量劫来从出发心开始。 为了求道呢，都是不惜一切的，甘受一切苦行，由此立志随学佛陀。在遇到艰苦环境的时候，以愿力摄持，就不会生起苦恼、怨忧；见到世间的富贵，也不羡慕贪着，就是都能够随意而安。好好的是修的话，菩萨都有大福报。这个福报不是求来的，而是你修来的，你不用求，自身本来就有这些福。 就像你自家的田里面长出来的东西一样，不用去求。学佛有两种学法，一是虚学，一个是实学。只是口里讲讲，不去实行，是虚学；见佛那么做，深口意效仿而行，是实学。学佛的成果，不是得一个文凭，而是学到与佛同等，成就最完善的佛格。 最后正如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，获得大自在。学佛时间呢，不是十年八年，是近未来际。觉得次第呢，是从低到高，由浅而深，不断改正，不断修习，完善，最终圆满成佛。佛有佛格，人有人格，菩萨也有菩萨的格局，这格局不一样。我们现在都流行这个说法，那格局大，佛的格局最大。 无量无边，汉语里面又讲了佛性，这个大家都知道。说一切众生就有佛性，佛性呢是我们本有的。但人呢，人也有人性，佛也有佛性。但我们众生怎么有佛性呢？不是佛才有佛性，众生也有佛性。众生的佛性是藏着的，自己潜藏着，被这个人性所覆盖住了。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人性去掉。 超越这个人性就可以解脱。罗汉阿罗汉，他有他的这个解脱生死的这种罗汉性，他有他的那个境界，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境界了。这些修行人呢，他们跟凡夫不一样的地方，他们就是大自在、大智慧。那我们要去修学，那么我们是长随佛学，恒之相。 随学本事，如是说佛世界品卢遮那如来从初发心精进不退，以不可说不可说生命而为布施，剥皮为纸，析骨为笔，刺血为墨，书写经典，记录虚名，为众法故，不惜生命，何况王位？臣役聚落，宫殿园林，一切所有，基于种种难行苦行。 所以是娑婆世界的教主应配本师释迦牟尼，说毗卢遮那如来呢是配这个华藏世界，哎、呃，这里是为了表示真应不二，法身和应化身不二，所以说娑婆世界呢，毗卢遮那如来是释迦牟尼佛的法身，遍一切时处。以本师来说，毗卢遮那如来从最初发菩提心开始，精进不退，单单修不施度。 就施舍过不可说不可说生命，曾经剥皮为纸，洗骨为笔，刺血为墨，书写经典。所有的经典堆积起来，高如须弥山。佛因为重法而不惜生命，连最爱惜的生命都能够舍弃，何况是王位、都城、宫殿、园林等身外之物？除了布施，佛还行持了种种难行苦行。 这一切佛因为的修行，我们都愿奉为榜样效仿而行。随学诸佛为什么要以发菩提心为起点呢？因为发菩提心是踏上大成道的第一步，不是播下成就菩提的种子，所以先从这里入手。《洛因本业经》上说：“具富凡夫，不识三宝，不知善恶因果。” 乃与佛法不起一念信心，直到从此注意佛菩提正教法中发菩提心起一念信心，这时才叫做性相菩萨。所以按大神来说，发菩提心是入道的起点。佛在因为舍身求法的事迹，呃，有这么一个故事，本身的故事就是佛在出发心的时候，远古的时候，我那三大阿僧七劫的事呢。 我曾经是一位最圣的仙人，就外道的，住在静谧的山林里面修习禅定。最圣仙人呢，见诸仙常常修慈心，心想单有慈心不具有智慧，能不能够救度众生？虽然他那个时候无佛出世，但是他有善根，他知道修智慧，唯有积累多闻，灭除众生的烦恼邪见，才能令他们升起正见。讲到这里，仙人就去城市。 村落四处寻找能说法的老师，有个天魔知道他想什么，就跟他说、啊：“我有佛说的一诵法，如果你能够剥皮为止，吸骨为笔，拭血为墨，书写此颂，我可以讲给你听。”天人心想：“我在无量劫中常常被人切割身体，备受苦楚，却未曾获得丝毫的利益。现在我应该舍虚假不实的肉身来换取坚实的佛法。” 仙人这样思维，内心踊跃欢喜，就以利论剥皮为止，自血为墨，吸骨笔，双手合掌，祈求天魔为他传法。天魔见仙人为法舍身呐、啊，内心忧愁，就隐身不见了。仙人说：“我今天为求佛法，不惜生命，赤胆真心，为利众生，大放世界。若有大慈悲的说法者，应当在我面前现身。” 正这样说时，东方有三十二佛刹之外的净明王佛忽然现身眼前。这是什么缘起呢？就是说，这个东方的三十二佛刹之外的净明王佛呢，肯定在无量劫以前跟他有这个因缘，因果上这是有因果的。净明王佛呢，放大光明，照出他的身体，这痛楚顿时消除了，身体恢复如初。净明王佛为仙人广说具一切福德三昧。 仙人听法后获得无碍辩才，后来常为众生广说妙法，无量众生都被安置在三乘道中。仙人命中往生净明王佛的普无垢国土，以净法因缘获得无上菩提。从理解上解释呢，修习经典，皮骨血是肉身之分，经典是佛法，以不坚实的肉身修习佛法。 是书写境体，比如身行施舍是写布施法，运身礼敬是写礼敬法，像这样日夜以身行道书写的佛法，如须弥山般高大，也可以解释为皮骨血等组合之身分解到极微尘，再分就成为空性，是书写空性的法。观皮骨血等只是假名。 是书写假观的法，观空假不二，皮骨血等圆同法界；是书写中道第一谛的法。以上佛因为的修行，我们要随学的是佛的发心，佛的求道，佛众法不惜生命的精神，就是我们为了一些众生成就佛道呢，啊，也为了自己，只要不惜生命。 因为生命它本身就是要死的，就是要舍的。为了修道呢，修行人呢对生命呢看的没有那么重，把法是看的最重要的，是无价之宝。我从因为发心开始，以全力以赴的请求菩提，下至为求一机法，一个寄诵，甘愿舍弃生命，为何能如此为法舍身呢？ 因为深知法的意义胜过肉身，法能给予自他暂时就近的利乐。为此而舍身求法，我当初求法心真诚，对法无比敬重，所以获得了圆满的成就，成为于法自在的法王。稍有名利之心，也不能成道。因为一切都是虚假的，当然可以舍了。所以我们的这个真心自信啊。 这个佛性是不假的，是可以正道的，其他都是假的，都是为了正道来一个助缘，都可以舍得掉。你不舍它也不是真实的，所以你舍不舍它都一样。所以我们还不如舍掉。为什么要舍呢？因为我们贪着呀，贪着这个执着在那里，你就难受，你就要造业呀，你就要受苦啊。你不执着它，它也是这样子，它也依然展现。 你就可以为我所用，不执着它一样可以把它用得很好，可以拿来利益众生。啊，你可以不执着自己的身体，可以拿来做利益众生的事情。你可以不执着金钱，也可以把金钱拿来利益众生。啊，一切世间万物都可以拿来用，但是用了我们不贪着它，这就是佛，佛陀就有这样的能力啊自在。那我们凡夫就是见什么就执着什么，见什么就贪着什么。 我们学佛呢，因为一念发心至关重要啊，所以这个发菩提心是至关重要。的，所以一念求无上道、救度苍生的愿心是成佛的真种子啊，真种啊，这、就是佛种啊。我们种下的是佛种，有了它，才会有为道不畏艰难、安忍一切劳苦的菩提心。没有真实行愿，做做研究、积累知识，最多只是做一个佛学家。 佛法的成就与受用是不可能出现的。其实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智慧、有能力、有勇气，但是呢，这些东西都是要靠修出来的。你不去修，你这些能力都不能增长，只会减退。我们的智慧肯定会下降，我们的能力也会下降，因为在世间你不造业是不可能。做什么都会慢慢的就会养成习气，习气都是一种夜习，夜习就是一种障碍，就是让你不自在的一种障碍。 所以修行呢，就是让我们越来越自在，越来越安乐。这个凡夫就是痛苦太多，所以他就不自在了。我们反问自己，有没有重法的心呢？有没有寻求无上道的心呢？如果内心单着的是名利享受，要想成道，那只是梦想而已。释迦牟尼佛来到人间，是先为求无上道，舍弃王位，出家苦行，最终成道，这是成佛的过程。 就是给我们做一个榜样，告诉我们要像佛这样发心，为求无上道而精进修行。因此呢，我们学佛，首要是学佛的发心和修行。古今佛法上有成就的人，都是像佛陀那样发心求道才取得成就的，没有第二样的人，都是一样的。谁学果地的事业？刚才谁学？我是从因为出发心，乃至。 树下成就菩提，是现种种神通，其种种变化，现种种佛身，出种种众会，或出一切诸大菩萨众会到场，或出生闻以比之佛众会到场，或出转人圣王小王眷属众会到场，或出萨利及婆罗门长者居士众会到场，乃至或出天龙八部人非人等众会到场。 所以，如是种种众会，以圆满因，如大雷震，随其乐欲成熟众生，乃至示现入于涅盘。如是一切，我皆随学，乃至包括佛从最初发心到成佛之间所做的无量修行，属下成就菩提到示现入于涅盘，是说佛示现八相成道的利他事业。 我在菩提树下成就大菩提，实现种种神通，其七十八种变化随众生心现种种身。我在种种众会中,慧中有教无类。你看，佛菩萨，什么叫有教无类啊？就什么众生都教，六道众生佛都会实现，不光在人道、天道还好，甚至地狱里都有佛，都有佛陀在四迹教化引导。 有教无类，不分种类，有时处在菩萨中，啊为菩萨说法；有时为声闻、辟支、小乘的人讲法；有些呢为转轮圣王、小王眷属讲法，为王臣说法；有时呢还处在长者居士乃至天龙八部的会场说法，不辞辛苦的说法度众生。 我不舍弃一个众生，何处有缘就在何处现身说法，在种种众会中，我于梵音声音响，如大雷震般响亮，随众生欲乐是现，先未种善根者令众善根，以种者令其增长，以增长者令其成熟，以成熟者令其解脱。乃是示现其住涅槃，这一切佛的立身事业，我都发愿随学。 呃，佛陀立身的事业呢，主要是转法的，所以说你看成道了以后啊，主要是转法的，但是人家是成道以后再转，佛没有说先先讲完了再成道，佛不是这样实现的，佛都是在无量劫中一边修一边讲一边实现，所以他是都做到，然后再转法的。就我们自己也是一样，度化众生最关键是自己要做到，我们叫感化。 其余这是很简略的，这表明转法人是佛立身的根本事业。佛是为了利他而勤修妙法，成佛后自然筹本愿为众生开示妙法，因果是一致的。我们学佛应着重在这个重点上学习。如是一切我皆随学，因为一决定性解一切佛都不离自性，都发起我皆随学之干涸之心。 佛的发心、修行和事业都是求道者最好的学习教材，所以我们学习佛陀的传记是很重要的。在这本书中写满了智慧、慈悲、精进、善巧等最贤善的品德行为，这一切我们都应奉为典范，点点滴滴用心随学，真正能发大愿、长随佛学，以佛为榜样，一举一动效仿佛的言行。 如来藏就会快速开显，就会迅速去入佛地。所以你们呢都要学，或者整身转，每个人都要学习，并且要一定不能忘记，只要把它深深的印在我们的八识田里面，生生世世都不能忘记佛陀从出发心到他成佛过程的这个一些行持，他的那些像言行举止，都是我们效仿的对象。当然，转法人是一部分了。 大量的在无量劫中行菩萨道，还有千百亿的化身，他更多的是行持，积累广结善缘，广行布施，行持也是要觉行圆满嘛。这个行持不圆满是成不了佛的。随学一切佛，如今真如是真品如车那，如是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，所有尘中一切如来一切如是，一念念中我皆随学。 啊，就是把它扩大了。比学师尊毗卢遮那那样，净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三世一切佛刹，所有的即微尘中的一切如来，所有从因至果的善行，我皆随学。啊，要有大志气，这个志气小了呢，就不堪承受无上大法。《华严经》出现品中云：“佛子因之自心念念常有佛成正觉。” 何以故？诸佛如来不离此心成正觉故。我们的心念念又佛成正觉，一念觉是，一念佛出世；念念觉是，念念佛出世。如是虚空解尽，众生解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。我此随学无有穷尽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生以欲业无有疲焉、呃。这是讲总结了，大成学无止境。 成就佛道啊，学无止境。我们要有长远的目光，心是无尽的，觉悟是无尽的，随学也是无尽。我们心要安，因为这个心呢、啊，它没有穷尽的。这个心的生灭也好，不生不灭也好，都没有穷尽。这我们这个身心啊，也是要启用的，启用的那一面，它有生灭的一面，它这个本体的一面，也是有不生不灭的那一面。 因为它不会断灭，所以叫不生不灭。因为佛性不断灭，所以不生不灭。就是因为它不断灭，所以它又要起作用，它又显现生灭相，念念相续，无有间断。但不是断灭的，断灭就没了，就是断了，就是啊，不相续了。我们的自信呢，它是有生灭的一面，也有不生灭的一面，都是无有穷尽的。 不生灭，它肯定是无穷无尽的；生灭也是无穷无尽的。所以你看，我们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，这个心断灭掉了。所以说呢，我们修行呢就可以一直修下去，所以是没有穷尽，常随佛学。但是呢，我们呢如果不修行呢，就会长期的在这个轮回当中经受无量无边的痛苦，永远没有解脱的时候，也是无穷无尽的。 如果你不修行呢，你就会永远轮回，没有断灭，这个生命是没有断灭的。你不修行，它就永远轮回，一直轮回，它也不断灭。啊，如果能断灭的话，我们也不用修行了，那我们何必这么辛苦坐这里呢？我们去享受就去玩了呗，我们就唱歌跳舞、吃喝玩乐，死了就没了，这不是断灭了、啊？修了啥用啊？如果人死如灯灭，那就不用修行了。 所以说现在的人呢，不知因果，不惧因果的人是很恐怖的、很可怕的。那死了就没有了，那还修干嘛？是吧？那不是尽情玩乐，反正死了拉倒，也没有什么后续。那你修行干什么呢？那我们还不如随顺自己的业力，随顺自己的业习，想干嘛就干什么，随业漂流，没有穷尽。那我们呢，不能这样子。我们在这个苦海里。 没有穷尽的轮回下去，那我们还不如解脱出来，觉悟了，开了智慧，大自在，在大自在境界中建立一个佛国，那多好！没有痛苦，不光自己没痛苦，我还可以接引无量无边的众生，让他们也脱离痛苦。这个没有穷尽，多好呢！这生命不是多有意义呢？你原来的那种没有穷尽，就是没有穷尽的轮回，不光自己受苦，还拉着别人受苦。 你自己造业，你肯定也影响别人造业，也缠绕，冤冤相报，嗯，恩恩怨怨无有穷尽，那么的这样的就是造业受报啊，就是很苦，就是没有了结的时候。因为你要没有修行的人呢，是有些时候是没有信心的，就是说，哎呀，我这些业习怎么能够修得掉呢？这不是我的本能，我怎么能修得掉呢？其实你过来人都告诉你，人家已经把这业习修没了。 告诉你，你也可以做得到，都是假的，只有佛性是真的。只要是假的东西都可以修没掉，都是暂时的显现所以我们要有信心，这个信心一定要建立起来。有了这个信心以后，你就好办啦、啊。虽然你可能今世没有成佛，但是呢，我们把这个信心建立在你的八十天里面，生生世世你就会一直就修下去，发菩提心，把这个佛种种下去以后。 他每一世都会成长，生生世世一直修下去，反正是没有断灭的嘛，所以你也不用着急成佛。成佛呢，也就是那么一回事。你本来就是佛了，你现在就是自己的无名夜习被葬住了。所谓的修行，就是破无名出习气，这就是我们成佛的永恒的窍诀。所以说，抓住核心了，然后慢慢做，随时随地的出习气、破无名。 你只要在减少烦恼、减除习气，我们的痛苦就会减少。破无明也是一样，破除无明就开发智慧嘛，减少愚痴嘛。那这不是也一样可以获得更大的自在？去除烦恼障，还有去除所知障。佛呢，在因为人求道呢，这个太重要了，但是生命都不算什么了，身体性命算什么呀？为了成道，这个都是暂时的，因为死了可以再生啊，无穷无尽呢、啊。 你吝惜这个生命干什么呀？这生命有什么用呢？就是个臭皮囊，就是拿来修道用才有意义。干其他的都是造业，乃至经历种种难行苦行，这些无不是从觉悟中流出来的。尊重法来自觉悟，为法舍身乃至觉悟，行持布施乃至波乐乃至觉悟，觉悟自性本无欠贪，就展开了布施行。 觉悟自信本具智慧觉性就有了般若性，觉悟的真心呢本来就具有这个慈悲德性的，就发展出圆满的慈悲。觉悟我们的自心呢，本没有牵缠的。我们说了，我们的真心呢，什么妄想颠倒都没有，所以我们都是妄心，有牵缠；真心没有牵缠，真心呢本来就是具足智慧的觉性的，有般若性，也没有愚痴的。这个妄心呢，又分别于此。 本来这个真心呢，本来就是清净的，放下戏论执着就清净了。觉悟的真心呢，本来就具有这个慈悲德性的，就是被自己的贪嗔痴的业习给染污了。因此，佛的修行是从内心的觉悟流现的。自从发起菩提心开始，生命就逐步迈向自觉觉他的菩提之路。成佛之后，无论显现神通，实现种种化身。 处于种种众会道场，讲经说法呢，乃至最后实现涅槃，一切无不是觉他的事业。因为自身觉悟圆满了，就以觉悟的光明破除众生的痴暗。自身觉悟圆满了以后，也没有我相了，因为他的心就变一切处。这个心呢，可以变虚空法界，无不自在，没有不在的地方，都是自在的，也可以。然后就能够。 帮助众生破除无明，所以果位上的大用就是觉他。就这样，佛陀从因至果的修行事业，就可以设在一个觉字中。所以佛陀叫自觉、觉他、觉行圆满，这就是佛陀。我们常随佛学，就是学这个觉悟啊！我们要时时觉悟，念念觉悟。诸佛的修行实现都是从觉悟开启，是流现的。一个。 各事项反映的就是内在的自觉觉，他因为发菩提心、精进修行是觉悟在开启、在增长、在相续、在朝着觉醒圆满前进。果位流现的是觉悟的事业，从因至果就是觉悟逐渐开发到究竟圆满的过程。本来就是这个过程，因为我们本来有这个因呐、啊，你没有成佛的因，你怎么会得成佛的果呢？ 如果不是本来就有的，你后来造出来的东西就是假的，后有的东西，那这这个东西肯定会灭的，就像地球最终会灭的。为什么？它原来是没有的，后来才有的东西，就是后来才显现的，忽然就显现出来的东西，像虚空中的彩虹一样，它会是有生就有灭，有生有灭的东西都是虚假的。我们的佛性从一开始就是有的，所以它是不生不灭的。 啊，如果不是开始就有的，这会灭的东西，我们修了半天，最终还是化为乌有一样。那有什么用呢？修了半天，最后等于零，百千万劫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。那你修了半天又回去了，又做众生去了，那有啥意思？那还不如不修。所以说，有生有灭的东西都是假的。我们的法身本来就是不生不灭的，我们把它开显出来，就是起无量妙用，不需要去从外求，本来就是超越生灭的。 它起无量的妙用就可以了。我们现在就是破无名出习气、开显我们的法心。起无量妙用，这就行了。法身不是我，没有我，它是破除了我执以后才显法身哈、啊，不是我的法身，你的法身，一个人一个，不是这样的哈、啊，不是发什么糖果，一个人一个，这不是这样的哈。佛性是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法相，一切法都没有，都是显象。所以呢。 破除一切无明，那才能破我执、法执。生死之根是无明啊，成佛之路是觉悟啊，说的很清楚啊。我们是被这个无明，一念无明啊，缠佛。发生本来清净呢，只是被横沙刻成烦恼缠佛，往来生死沦为众生呐、啊。咱们要回归法界啊，所以说起觉悟，觉破无明，叫觉悟。 发起念念觉悟的普贤愿，才能证入一念觉，一念破愚暗呐，于此暗遁呐。一念念觉，念念破于四暗一切无明消尽，就是成佛。所以归到心上，所谓学佛，就是由始觉契合本觉，最终达到究竟觉的过程。觉悟了以后就无我了，不是有个我成佛了。 破了这个法我执、人我执以后，才能够回归这个觉性。所以说，很多外道不懂的人呢，认为是有一个我成佛啦，这就是着魔啦，着魔的人就是这样的，认为自己有个我成佛，无名没破，因为第一重无名的没破，没破人我相，不可能成佛。觉悟要觉破无名，这个觉悟的学习呢，很多人没有认识它，甚至。 不认为有这样的一种学习，真正看清楚了以后，会觉悟到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学习。因此呢，应当发愿生生世世常学觉悟。目前多数世间人所学的学习，也是学习知识技能来认识和利用外部世界，和佛法向内心开启觉悟的学习是不同的两个方向。后者是导师佛陀用把自身成佛的道路建立成教法。 学佛者依教法、啊、如佛所行而行，最终成修成佛的果位。所谓的果位，就是破尽一切无名，除尽一切习气，并不是长了个什么东西，长了个什么果。所以大家呢，不要执着这个果相，按照这种学习之道来观察，真正回归生命的本源的学习，就是实时时处处学觉悟。这跟学习世间的知识技能是不一样的。 这些的知识技能的知识，暂时的。我们的心性呢，本具恒沙的功德，是生命之源、安乐之源、利他之源，因此最尊最贵，超胜一切、啊。我们的真心呢，其他都是虚幻的，赶快放下。其他都是虚幻的影像，在影像上施舍种种概念、分别执着，越学与离道越远，越学越背于本性。 而随学觉悟是令自己回归本源，这样衡量内外之学，便会发现，真正需用心学的是觉悟。因此呢，应发愿常随佛学。所以说学佛呢，就是跟知识没有关系，就是你自心觉悟就行了，不需要那么多知识。世间的知识越多了，就成了你觉悟的一个最大的障碍。所以知识分子现在的障碍最大了，学佛。 他们的执着，他们的唯物主义，嗯，不要学那么多知识，我们要学觉悟，觉悟了就开启你的智慧。这些知识技能就是一个应用的，拿过来用用就行了。你用完了就扔掉了，没有必要执着。它都不是实有的东西，都是拿来用的。嗯，用完了就没用了，没用了就放在一边去了。等有需要用的时候再拿来用用。代表买剃头刀是吧？你不能天天握在手里，你难受不难受啊？ 你要剃头的时候用一下呗。你不剃头的时候，你也天天握在手里、背在背上，或者绑在脖子上，那你不是有病？我们凡夫都这样，什么都舍不得。你用的时候拿过来用一下，不用的时候就啊就不记得，就放在一边。这才叫觉悟啊！那没觉悟的人就什么都绑在身上，什么都执着、啊。执着就是你什么都抓住不放。虽然不是用手抓的，你用心抓住更累啊，是不是？啊？你手只是心的一个延伸嘛。 其实就是你心抓的不放，你心放了吗，那手不就放了？还是心不放，心没有放啊，心没有解脱啊，所以手就不放啊。那我们凡夫呢，就是自满，画地为牢啊，觉得自己很好，其实自己像个有井底的青蛙一样，但觉得自己很有远见。我们的心本有无量的学习能力，应该把它充分发挥出来。学佛不应该有限量。 在没有成就一切种子之前，应该常随佛学，开发大方广的心性。如果没有谦虚的常学，就会堕在厌足自满中。从缘起的规律看，不学觉悟就落在迷乱颠倒中。佛的所行最为善妙，不会有误导，随学他不会有恶果。必须佛自觉觉他是最好的、最有意义的学习。缘起丝毫不空，学一份得一份安乐。 不断随学，功行就会不断的圆满，最终现前无上安乐。世间许多知识的学习是没有意义的，没有结果的，所以学久了就会生厌倦性。但学觉悟是从愚痴暗钝走向光明，从狭隘走向广大，从邪恶走向贤善，从生灭走向永恒。既然学觉悟如此之好，为什么不发起长学的大愿呢？我的行为就是给我们做榜样的。 启发我们如何迈向生命的圆满，因此最值得我们用心去效仿。按这样的学，就能够实现生命的真实意义啊！我们读佛的传记，不应此当成故事看呢、啊。学佛是用心学佛的愿力、行为，点点滴滴去效仿啊。古人画法，念念想着法，最后就变成法像了。有这样的故事：夫人给他个画马的人送茶，走进去一看。 看着老公变成马了，吓得把茶杯都掉了。后来她老公就从那以后就不画马了，就画佛。我们念念学佛，将来一定成佛。能真心发愿，随缘随佛学，就大不一样了。这个愿很重要，这个愿力啊，会让我们生生世世相续下去。这是不发起的愿力，不让这个愿力坚固，下一次就会忘掉，被你的业力给冲没了。虽然这个佛种在啊。 但是它长不出芽来也不行，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佛种啊种得很坚固，让它长起来，下辈子一来，它马上就显发出来，不要被这个业力给埋掉了。这样的话，让我们的菩提心呢要坚固，这是我们这辈子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天天要发菩提心，时时要发菩提心。就像我们生生世世造业一样，你现在不让这个菩提心坚固，你下辈子就没机会了。 说不定百千万劫以后的事才有机会，因为我们都都知道大乘佛教哈，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！这辈子没听到发菩提心的方法，你什么时候能听得到？百千万劫都有可能，就是再次听到这样的教法，你可能是百千万劫的以后的事。这个是佛说的话，啊，当然武则天也开金戒就是这么说的。发心后修持一切波罗蜜门，最后究竟觉悟，这个六波罗蜜。 转法论觉悟群生。我们长随佛学，应如佛般发起菩提心，行持罗蜜多，最后成佛。长随佛学、哎，这很好啊！这十大愿也愿读起来都感觉好极了。我也希望你们天天都要读一遍，你这辈子就没白来了，成道就快了，你至少顿超好几大劫。这不是假的，是真实的顿超，绝对会顿超很多大劫的。 本来这个三大人生季节就说不完，说不清楚，给少许啊快速成长啊。